好的，我们这边的场地已经准备就绪，然后千玺马上就要进行下一场的拍摄了。然后，这样的，你做完那个状态以后，你看到他起身去追你，你就转身走，转身往后走就行。然后可以还可以回过头来，这样类似这样的，好吧？哎，你这里可以先有一个像他的一个召唤，来吧。然后等到他起身了，然后你就往后走了。都 OK， 哪边都 OK 啊。好了吧？好，来准备。好，准备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停 ，OK， 没问题。来，推上去，给个再补个特写，一模一样的表演，我们再推上去补个特写。特写了啊，嗯，好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停，来，我们保一条。咬啊，他走了以后，你要去追他的镜头啊。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焦点，好，停，老师辛苦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啊，他走的时候你要去跟他的焦啊，你不是让他虚过去，不是让他虚过去，这个拍人呢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条啊，辛苦。好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焦点啊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 ，OK 了，这条，来，我们走到那边去吧。好，接下来你先在切回到那儿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又更换了一个新的场地，准备拍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到那个。